Hello，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巧虎创意完成式积木组。你们 Hello 完了没啊 ？Hello， 好啊。好，这个巧虎创意城市积木组还有附一个垫子哦。哇，这个垫子我们打开来看一下。哇，好大哦，里面还有好多的商店、银行、邮局哦。那我们还有他们的家哦。还有他们的家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积木长什么样。哦，还蛮重的。哇，里面好多哦，好多东西哦。巧虎跟琪琪耶。好，那我们开始组装一下吧。这个巧虎创意城市积木组呢，可以建立空间组织概念哦，而且也可以激发创意思考它的想象力。这个图片呢、都很有 3D 的立体手感的大小适中，总共有73个立体积木的组件呢，我们可以利用它来做堆叠、排列、分裂，多变组合，创意无限哦。小朋友只要拿着积木对着上面的图放上去，就能组合成它的样子咯。对呀，芝宝，我们来拼一个学校好了，把这个拼上去，看看你有没有很厉害。对，它只要向上就可以了，这个就是向上面就可以了。对，然后这就是这样放，不对，是这样。好，继续拼吧，加油！瞧，这个是什么？圆形吧？圆形吧？嗯，对呀、拼吧。好像。巧虎，没错，它就是巧虎的脸哦。那我放哦。可以啊。亮。没有那个。看看，是这个吗？哇。那反面也有图案。哇。那我就这样子放。我看它背面是什么？是这样，背面，背面。哦，对对对。好，继续。加油。好了，快拼好了。只剩三个。嗯。它都会一直摇动。好啊，芝宝完成学校喽。超棒的！我们再来试试看别的吧。都拼好喽，现在就留了一个加油站让芝宝挑战。芝宝，看你有没有很厉害，把它放进去哦。放哪里呢？这个要钱。好，加油站怎么拼呢？是这样吗？要不要看一下积木的后面有些什么呢？哇，完成了，超棒的！其实其他也有一些蛮有难度的哦，积木数量比较多的哦，小朋友在家也可以自己挑战看看啊。这样子他们的巧虎乐园就已经全部都拼好了耶。哇哇，等一下。让我们学校就立起来了。好，我现在把剩下的全部都立起来。爸爸是学校的车车，学校的车车哦。好，这是学校的车，这是下课。这里还有停车场哎，可以停计程车的。大家遵守红绿灯的号志哦。哇，可以找到、这个公园的城堡也立起来了耶。它还会飞哦，学校的车还会飞。飞到哪里啦？飞到这里。
这游戏可以让小朋友玩很久哎。红绿灯，绿灯可以走。好，好，给你哦。我们还一起玩，拿了一些自己的玩具来哦。好多的车车哦，小人偶。喵喵要陪这个玩了。嗯。这个创意城市里面也来了一些好朋友哦。这里有一台拖吊车，还有一个运砂石的砂石车。朱爷爷在邮局这边办事情，那还有一个工作人员在加油站咯。那小猪佩吉跟小象象在这边跟琪琪一起玩哦。啊，嘿嘿，航航拿着一个小的校车在这边在走哦。开到学校，佩奇要上学了，他直接走进去了。啊！哎呀！到学校了。他在下面。哦哦哦！哎，好，没关系，这个是积木啊，所以小朋友就算推倒也没关系，他等一下再组起来就可以了。耶！哦！啊！这个。受到严重的破坏。我们美丽的积木城市又恢复原状咯。是吧，这个创意城市积木组好玩吗？好玩，好玩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我们今天的创意城市积木组开箱就到这边咯。拜拜。Say goodbye。耶。